透明怎么用？黑的啊。没有啊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蓝色啊，啊，你调什么颜色都会有点偏蓝啊。什么叫使用保存颜色、啊？你是耍我啊？好啦，我试试看这个啦，是还蛮好看的。完毕。你接什么任务啊？偷看一下。参加、啊，看看这个人，已经偷打到这边来了，不要学他。现金使用高级餐券。好了，我们出发。承接特别调查。有啊，有些人就喜欢挑战那种主管还是怎样，就会觉得很有优越感那种感觉。你是不是也是这种人？啊，我的茶叶蛋忘记吃，等一下哦。我本来今天要去看医生，在家去健身，然后又睡死了。哦，怎么这么卡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，知道为什么了。好了，现在顺了。刚刚没有把血量模组，我觉得应该改版，然后血量模组没有更新。然后刚刚在拼命跑那个跑毒去，哎，全家茶叶蛋变好吃了，傻眼。好了，这次认真打。如果死掉的话，我就关台。
我要吃猫咪。他是不是在移动啊？看不到啦！啊，无石头，要修哦。好啦，正式来咯。打完金狮子我也想啊，可是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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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会死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拿锤子打这只好像 更不是明智的选择哎、欸，虽然我只会用锤子。到底用什么打？我知道了，我叫奈斯进来帮我打。晕了啦！救我！哎、欸，不对啊！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。我跟他比耐心，躲在帐篷，让他冷死，我们就赢了。更变装备。这把火属性，好的，冲啊！我们来耍剑。打完金狮子，我刚被金狮子打嘞。让我削个石头下来，白痴，我在按什么啦？有了，啊，睡着了。不是睡着可以打吗？你例外是不是？哇！耍特权呐、啊！就你例外哦。他太小只了，用这个啄又好难啄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长枪类跟斧类我都不会玩啊。
不要啦，不要看我啦，不要看我啦。可以啦，我们这样慢慢磨，这样可以跟观众聊天。哦，那个睡屁哦，生气还睡觉，小孩子哦。咬你！哇！我从飞去哪？飞那么远？这时候就要播召唤兽，有没有？我愿做你的召唤兽，陪你闯危险的宇宙，期待你有一天回头看看我。虫虫你在哪里？回来。虫虫很强的啦，安安，下午好。哎、欸，那个 S H I H 你怎么称呼啊？我真的不太会念你这名字哎、欸。其实我另外一套装备啊，我另外一套装备防御超高欸。
我跟你讲，他现在这么生气，我还这样子一直拿东西丢他、啄他，他一定更生气。你很生气，你很生气，现在很生气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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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然后你再让它强化，这样子变成你看左上角那个有一个红色的虫子，然后箭头朝上，那就是它的属性会增加。那我就带，通常你带对属性的话，打出来的伤害都是80/80。有打到软化的部位，通常都是80/80在跳，所以我就远远站着打就好了。那你要那个虫棍上面有什么属性强化属性什么的？变装备，你要有这个强攻击强化属性，这个你猎虫打出来伤害才会痛，然后再来找大团长吗？嘿，大团长。参加会议。